是说哈、哦，就是进出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。对啦，就进出比较麻烦。然后你说以这个一个这样一块纱网这样子要加6000多块，是不是很贵？是真的很贵。对。但是做工，我们台湾就是海力士，海力士嘛哈、哦，他们有请人家就是帮他做这一块，跟他要10000多块，台湾这边做的。我出去拍一下。对，你看，泡茶聊天，哎，整个纱网装起来就这样子，你看，蚊子就不会进去了，不用怕。哦，那个大叔买来到现在哈、哦，这个是装第二次的、哦，第二次是为了表演啊，第一次是那时候是哈、哦，哎，我那时候是在哪里？我忘了。你跟小轩出去嘛？哦，对，因为那个地方有小黑蚊，小黑蚊，所以我们就赶快把它装起来了。对，哦，那一次真的是怕到了，所以。就是遇到小黑蚊的时候，哇，吓到了！我们两个就躲在车上、哦，不知道躲多久，然后躲到那个小黑蚊都下班。哦，啊，不知道有没有下班，我忘记。因为后来我们两个都在车上不落地、哦、一整天。哦，到了隔天才离开。不过这个哈、哦，它的这个纱网哦，是真的很细，小黑蚊是真的进不来。它超细的、啊。对，它真的超细的，它跟我们这种台湾的这种纱，那个所谓的蚊帐的那种纱网哦，比起来，这个细很多。怕小黑蚊的人就要装这个，对，要装、這個。啊，如果你不怕小黑蚊的人，你们看一下，就像这样子，不怕小黑蚊，什么都没有。对，啊，老司机的车都是这样子，因为小黑蚊听说是不会咬他了，他已经露营露了车速那么多年，已经练成那个血中的那个酒精浓度还是什么浓度比较高的那一种，所以应该小黑蚊可能认得你啦，不会咬你啦，哎呀。不好吃啊、欸！你都带别人去，结果都咬别人、欸，这什么？到底是什么理论呢、啊？因为他喜欢咬那个酸性体质的人。老司机，我们那上次那个满洲号啊，其实还没有整个介绍完毕、欸。对啊，其实满洲号。对啊，上次满洲号我们只有介绍床，对，床椅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介绍仙顶，然后也上面有排风扇跟太阳能板，太阳能板啊，对，这个大家都有看到。对啊，其实很多东西还没看到。我们其实满洲号还有一个车边帐，你有讲吗？嗯，没有。对啊，提货你没有讲到车边帐这一块。没有。对啊，提货的配备的车边帐都是，都是这个 Fiamma 的 F4 为主。对，就这个，一样是这个。都是意大利。啊，它的跟小白差在哪里？这个长度上的差异，其实都是 F4 为主啊。对啊，我说长度啊，就这个。T4 短轴来说的话，我们装的时候装3米。哦，三米。对，那、啊、小白上面，因为小白车身短啊，只能装2.6米而已。那、啊、它拉出来，2.6米拉出来只有2米，啊，可是3米的拉出来有2.5米。哦，所以这个比较大。就是3×2.5，就是7.5平方米这样子。啊，所以它跟小白不一样。那如果是长轴的话，是装长轴的话装3.5米，三米半拉出来也是2.5米。哦，了解。那还有一个啊，你看你的车下面还有一块钢板，这个、啊、对，这一块我看了、啊，你有一块钢板啊，你看我的，嗯，没有，对啊，那也还是有些差异，对啊，这块钢板是什么？这一块哈、哦，这块是一块伸缩踏板，嗯，对，从侧边看来的话，它其实你不仔细看，你不知道这边会有东西、啊，嗯，因为。有些家庭哦、喔，他可能就是这样子看，对，就是你不仔细看，他看不出来哦，看不出来，对，看不出来。有些家庭他会有一些小小孩啊，或是老人家，嗯，那一下子要跨上去哦、喔，会觉得说这个坎比较高，嗯，对，然后就会，所以我们就帮他们设计说哦、喔，有一个伸缩的一个踏板，嗯，对，那怎么操作哦、喔？这样子，就这两个插销把它放掉，把这个托盘拉出来，哦，这样就多一个托盘，对，多一个托盘。哎、欸，又这个不落地，又是一个空间。对，不落地，所以有时候会看到老司机有没有、嗯、在这边煮饭，把电锅放这边，对，有没有落地？没有落地、啊，没有落地。对啊，啊，那有没有去占用到临近的停车格？没有。对，我们、就是欸、你看，刚好是这样。对，這個、我们刚好就是拖出来，就是刚刚好，就是在。自己的停车格里面，对，就不会去影响到别人这样子。对，而且这个承载几公斤？承载哦，承载我们实测的话是3个大的，哦、三个大的，然后在上面跳。对，它是连接你下面的钢梁啊。对对
对，直接跟钢梁接在一起。哦，跟那个直的这个大梁接在一起。了解了解。所以这个承载力非常强。嗯。那最主要目的就是，可以摆鞋子。啊，对。鞋子可以摆在这里。这边。啊，进到室内的时候就是直接就是打赤脚，然后进到室内，就跟在家里面的感觉是一样的。对，它就是一个玄关了。对 对, 對，像不像一个玄关？像在这，像进去门的那样玄关的门。然后这个电锅放在这。对啊，对，不落地，还蛮方便的。是，对，我的没有了，我没有装。是对啊，改天也来装一装好了。嗯嗯嗯、那时候，老板娘说不要装啊。对啊，老板有问他。好来、啊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哦、喔，还有一个，上次我们没有说到那个车内的空，车内的那个叫什么满座？你有上次有讲过那个满座号里面那些空间吗？空间使用。满座号的空间的使用。就是里面的那些收纳柜啊，什么也都没有的，有吗？有讲到吗？可是这一段我觉得改天，因为里面很乱哦。新玩具呢？这个，对，谁的？老板娘买的。老板娘，我们家那一个。你们家的，老板娘买的。它可以打多少容量？300cc。哎呀，对吗？100、200、300，300cc 的果汁。哇，明天来喝果汁哦。明天可以喝果汁，还蛮方便的。它打完就是一个杯子，把它打开。对，打开来，看看。打开来是这样。就是一个杯子。对，直接装上去，先把料丢进去嘛，哈。明天来玩一下，先把料，把这个水果丢进去，然后加牛奶，好 ，OK， 然后就是把它装好，然后就把它装起来。箭头对箭头，对啊 ，OK， 好，定位，然后，然后就打，就可以有火车。这是几碗？这个，你看一下啊。看一下。这个字比较小哦，大家可能看不是太清楚哦。来这边。我看一下，160瓦。160瓦。定一下，看得到吗？有，160瓦。160瓦，110伏特，160瓦。可以啊，那我们车可以用。可以啊。可以打到2000瓦哎，对啊，连气炸锅都可以用。气炸锅啊，这次没带，下次，对，好，下次我们来用气炸锅来煮那个 K 歌啊，K 歌啊，对啊，本来就是啦，试看看，下次带牛排出来炸，好吧，下礼拜。对对，我们拍一下。我想带一个椰子鲫鱼叫小鱼。你看你这。为什么那天不在？你们这样怎么做？坐得下来，挤一下看看。上面还有一个小明，有两个。你坐上面。嗯，对。他三天八次变成人，结果为什么他在食堂？一二三四。有个小明想要变成人，但是一只鱼想要变成人。讲个笑话。为什么那天他家？因为他变人。九层塔10块钱一大包，哪边的？金山。金山龙的，超。你来，老司机，哎，猜一下这瓶水多少钱？拿走。我刚才有听到答案呐、啊。对啊。你觉得？我也觉得这个10块钱，这几 CC 的有点，这几 CC 的很便宜。1500cc 的。对。进来有10块钱的那个矿泉水，所以感觉很像在槟榔摊买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對结果结果在哪里买的？来，金山农会。金山农会。还大包，它农会又不是传统菜市场。不要再讲了，你怕被人家采购光了。对。这个好了。金山，其实金山农会有这么便宜的东西，大家都不知道。哦，对啊，所以来这边洗。免费的澡堂哦，一定要去哪里买东西？金山农会。对，哎呀、啊，听说什么东西都便宜。今天我们来的地方，水尾港前面的一个停车场，公共澡堂，公共浴室，晚上就睡这边了。社区的公共浴室。哎呀、啊，对，那这个地方呢，
是一个热门的车博点。对对。现在几点了？可能这么多。在北部就是，现在几点了？21点。21点。好，21点。在北部其实有几个热门的景，那个博点啊。对，那今天我们就是带大家来再看这个博点，我们陆陆续续每个礼拜都会介绍这样子。对。那这边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会绕一圈。对。然后就会看到说，哎，各式各样的露营车都有。对 对, 对。好，那等一下带大家看一下。我们从这边来哦，这边你看，这边就有一台 VR6 哦，不陌生啊，不陌生。之前有帮他那个那个有看过他内装啊，有看过哈，车友，就是不期而遇的。这个是啊，前面整排可以转向的那一台啊，在那个 T4 永远的家二加一下集里面，三个都可以转向，就这一台看到了。对 对, 對，然后来，对，继续走。好，啊这边。这个也是睡这边的，哎呀，问一下，哦，这认识吗？不认识，啊，这海力士，这旧型的海力士，哎呀，哎，你们晚上要睡这边吗？对啊，啊，好，等一下再来参观好不好？我们先绕一圈，哎，要参观我们，哎，对对对对，一台是潮州号。我说，刚刚是潮州府的州。是啊，哎呦，哎，因为国外有加州嘛，我们这本土潮州，潮州跟满洲，先顶比较好，先顶是哦，对对，有啊，这也有先顶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是没有吧？可以可以，有最近旧的也可以先吗？旧的有，也可以改装，我下一集就会上了，上了上了，对啊，你们来自哪里？我们三峡，三峡，三峡，这第几次来？今天第一次来这哦，这边有之前要去别地方，这边有四个早点呐、啊，免费的，免费的。啊、我刚从那个金包里啊，金包里来的，这边有一个，对啊，这边有一个、啊。哦，好，海力士，全部都睡在一台车上，没有，我两大两小，两大睡在这台车上下铺啊，哦、是啊、哦，两大两小睡上下铺，上哎、欸、看一下上下铺了、啊，我们看一下，等我，上下铺，下铺是睡下面那边。哦，小朋友脚伸进去啊，上铺就这样啊，平的啊。上铺那边怎么睡？没有啊，就这样平的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平的。哦、啊，小朋友睡下面。哦。有没有头在这里，脚伸进去？哦。你就挑上去就上下铺了。对啊，我就可是挑上去就要够高，这边要再加板子。没有，我是说往上掀。对啊，所以我刚才问说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我们那边有。对，我刚才问说旧的能不能掀啊？有，哎、欸，有旧的可以掀。在看电视啊。旧的可以掀啊，很特别这种窗帘。哎呀、啊，你看。里面是冰箱的下面是那个电路，这个是标准的那个床椅啊，这原厂床椅啊。它这个也扶手有去掉了啦。哦，对对对啊，扶手都要去掉了。标准的床椅啦，对啊，你看，我比较喜欢是它这一个，有没有？整个哎，360度的。对，整个。你看哦，它是这样整个围起来的，哎，很质感很好呢，而且它这个窗帘布可以换啊。这窗帘可以啊，对啊，就它这个是家用的，不透光，对啊，对啊，这个是不透光啊。你看，它全部都围起来了，有没有？还有这里全部都围起来，360度。因为我刚刚前去看到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很特别啊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，对，嗯，不便宜啊，哦，2万多块。嗯，不便宜。这种请人家定做的都是这样，因为它不是锁在那个天花板、那个侧板，嗯，它是直接打到那个铁，就是上面的那个箍蜡啦，它这个都会有箍蜡、啊，对，上面那个凸点都是箍蜡。你对这个车也那行，你是什么行业的啊？所以那个能板的那个发电量，不是像这种软式的那一种，因为这个都只是。那个瓦数都是、都太弱了，控制器也有时候控制器也是有差啦，所以都写到9安培、10安培这样，有9安培、10安培就不错了啦，哎呀，对，所以这友达的还比奇美，友达奇美没有错。我们昨天晚上是在这个公共浴池的停车场哦睡觉。看这边很热闹，然后因为现在外面已经下起雨来了，因为现在外面已经下起雨来了，我们打算移到
新水溪去看一看一下那个阿健还在不在那边，去找一下那个香港的朋友阿健。老司机哦，去排队买金山肉包。我在车上等他，有没有看到那个很有名的金山黄肉包？装热水，我就知道。Seven 老司机又要去装热水了。我们等一下会用得到。哎呀，对，好用哦，但太小了，我觉得我也要来买一个。哦，嗯，对，对，也要一个，我要买一个。每台车上都应该要一个，要配备一个这个热水。然后呢，看着车上拿肉包。哦，好，对，好，哎，让小孩吃。对，先去车上吃。好，好，好。对，去车上吃肉包，快点。多温馨啊，那个大叔变保姆了，我带了一大两小。啊？谁？啊？你怎么了？你跌倒啊？是不是？昨天玩的太开了啊？昨天什么时候跌倒的？还是摔倒了？小伟？对。你有没有怎么样？会不会痛？会不会痛？会。你有没有哭？没有。哇，好勇敢哦！你看，你看，昨天玩得太开心了，来看一下脸，哪里被刮到？这里，这里被刮到了，所以玩到太嗨了，太嗨了，真的是太嗨了。这个是金山肉包，很烫哦。对啊，这是就一边这一边各吃一个啊，就这样吃啊。会烫吗？超级烫的、啊，卫生纸自己的，你看是那边，哎、欸，是我们的卫生纸哎、欸，嗯，那时候谁是上厕所没有拿上？哇，超烫的肉包，哇，这是素的，好吃。我现在吃的这是高丽菜素的哦，真的好吃，小小一个，包子还是要吃的比较好吃哈、哦。小小一个更好吃。在地美食啊，嗯，大叔推荐来金山吃一下他们的肉包，小小一个，好，还蛮好吃的。大家看，什么？八包，嗯，你看谁？我是菜包。我多买几个菜包。嗯，来讲一家的。刚老师去有去排队，排队很快的，因为今天下雨天。排队。光华有时候我排很远。刚刚好看到没什么的，赶快去买。嗯，赶快去买，不然会排很久。嗯，喝加吧，喝加哈，喝加哈，喝加。加他的肉包。它的皮没有很薄啦，但是还不错啦。它皮有点甜的。对。嗯，甜甜的，那甜甜的人是南部人的口味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去南部吃东西的时候，什么都是有一点甜甜的，连吃那个甜甜，连哎呀，对啊，还有那个什么东西，上次去吃一个哦，润饼卷啊，哦也是甜甜的。没有那个沙子，我爱沙茶，嗯，其实不错。啊，你不讲啊，这次吃偌济？嗯，该来排队就知啊。没多少啦，好，嗯，我在这边坐了，我要出去开车了，好。